想到回家的，带草原回家了，走。就跟拍着，我等下就跟他回家，就跟拍着。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喜欢那种说说而已。圈圈，只问了圈圈，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。你是关注球员还是关注我？当然是关注你啊。嗯，而且是傻瓜耶，有一点害羞的感觉，好傻瓜，然后还这样子。这样子摸摸头，所以摸头是对女孩子是有杀伤力的，真的有杀伤力。Yo, bro，哇，今天的你好高大啊，威猛，哇哦，怎么样？Nice play， 什么时候发来？就是我，是不是非常的迅速？哇哦，还没上市。想先看，你有夹过娃娃吗？我夹过，可是很烂。我今天夹到你，不要不要的。但是前面还是要先跟奶昔讲一下，我们有什么事要请他帮忙。你不要一直看啊！怎么样啊？之后韩秋草日记棒球队如果在2024年的年底打了总冠军赛的话，就希望奶昔可以来当我们的应援团。哦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红彩玉，走，我们去夹娃娃。我的本名就出来了。你看一下奶昔的图。那不给我下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东西！等一下，你现在再把他眼睛拿下来，看他眼睛在看他。干什么东西？不要乱搞！你先看一下你想要什么礼物。来，这个虾，龙虾，龙虾可以换草虾，也可以换龙虾。加五个龙虾可以换龙虾，换钱，钱都是三千。没有啊，我要留1000块买你的写真啊，哦，对不对啊？合理吧？其实2024套组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小东西。好哟。对，像是有比基尼的小立牌。你觉得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？你觉得我是为了比基尼吗？先给你个5只大龙虾。对。哎，已经出1只的哎。很棒，不要再一直玩这个。我在盯着龙虾看，对。你确定你有看在看龙虾？有，看得很仔细，看得很仔细。来看，看嘿，不要再玩这个烂梗了。是我，对我还是有在瞄准的啦。第二只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会动吗？对，它会动，因为它就知道说你要夹它，所以它不想出来，它以为我没有在看它。你的确没有在看它。在后面那只。他防御力很强哎，你学姐来我都夹得到哎，哇！他们是学姐吗？对，他们是学姐，我们都是同一队的，他们是学姐。好，哇！他居然滑到前面，腿得败啊，怪怪，我需要冷静一下，就是眼睛要闭起来一下，这样才会有办法，真的，真的闭起来，要重新有一个构图，你夹得太急了，就很容易前倾，很了，对，捏到就有。好，五只了。这个头再给你吃个鲸鱼好不好？好。哇，中了耶！我6只。来，你还想要什么？看到了我们就停。我看到了。然后拥抱一下，拥抱。来啊！我就是最喜欢吃这个，这个便利商店都卖很贵。哦。一碗出来了。哦。哇，太快了吧！哎，不可以这样说，球场也不可以这样说。对，球场不可以说，太快了。这是我们最近听到的一个。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最近才知道啊。这真的是，哦，长大越来越多。哎，我不怕饿了。不怕饿啊 ？OK 的。你那个写真多利，他每个人都还没有出，你是第一个，自己满意吗？我自己很满意，封面，然后还有每个月的图都是我自己挑选的。哦，你想要把最好的样子给别人看？对，最好的样子给奶粉们看。好，又要摆下去。你就是专门把我影片变得下流的那个。我这么健康的节目，不要这样。眼神不会骗人。有了啦。来，我听说你前面也有邀请其他啦啦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从今年开始就是选后宫，哎，不是，选广结善缘。我怕你等下就去后面反台了。如果有这么一天也好啊。怎么了？请皇上翻牌子。回答，有了，7天呢，谢谢草原，不会饿，想要什么，通通夹给你。那我想要喝玉米
好。哇！哇！这可以剪了。真的吗？哇！掉一个就剪。对啊，掉一个要整个啊。换他们都怎么剪？他们都是等全部夹完再剪。不早说。那我等最后好了。没了没了，最后最后了吗？最后了吗？最后了。好好好，我等一下全部夹的，我都说最后。再夹，再夹，还有什么？来，我们要夹的那个洗衣精要没有？莫非奶昔现在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啊。觉得每个人都说没有，那有真的？来的拉拉队没有一个说有，真的没有，每个都不敢说有。但我现在真的没有。好，再一个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两个够洗了吧？耶，谢谢草原。对他们每个人都说说而已。我他妈，我下次就真的来，下次我就补一个画面，我拿我的脏衣服来，你知道吗？洗衣服。草莓乳霜饮感觉超好喝的，还有我想要草莓口味的。可以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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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太好，太好，这么贴心还可以换。剪得很烦了，又来。累了。哦，有点累。累了。我来这边运动，有种练舞的感觉。起立蹲下，还有什么来？没有，是真的想带回家的，真的想带回家的。对，带草原回家了，走。就给我拍着，我等一下就跟他回家。就给我拍着，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喜欢那种说说而已了。我会让你绕圈圈。草原，你知道绕圈圈是什么意思吗？是什么？绕圈圈是我的单曲，就是现在一直在绕圈圈。对，而且他自己带来放哦。对，我自己带来放。对，一月的时候就会发行我的单曲。然后从外面又给我拉进来这个。对。绕圈圈，现在都把我当成宣传平台了。那绕圈圈，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甜的感觉哦！对对对，好，我来试试看。这很简单啊。傻疯啊！傻眼！你们有没有觉得是放水？我跟你讲实话好了，实际上他真的是放水了。我在绕圈圈，只能绕圈圈。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，你是关注球员还是关注我？当然是关注你啊！是傻瓜耶，有一点害羞的感觉，好傻瓜，然后还这样子摸摸头，所以摸头是对女孩子是有杀伤力，真的有杀伤力。我曾经听过这个论述，说这样子看着她，然后这样摸摸头，对，有，就是会让女孩子有这种晕船感，对呀，对。我觉得很暗，洪亮中，我懂了，我懂了啦。还有哪几招会让你觉得会绕圈圈这样？看着我的话，握紧要打。对对，凝视超过三秒，这样这边中间就会有那个火花，是吗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自己会害羞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会害羞。好，那要不要娃娃？好，娃娃带回去抱。阿伟哦，哦，马上出来。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？很好听啊，今天要不要唱一下？我在绕圈圈，我在绕圈圈，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。圈圈只能绕圈圈，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。没错，学起来了。你说这个，这种公仔，这个难度很高哦，五颗星。哇，这个是五颗星，可是每次都看到很多人在夹这个，然后都夹不到。哇靠，要。多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来了，又枪位了。这个要出货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给你试，来，好，这边给你试。你要对。有了。耶，二十块。草爷，我想问你是那种会半夜未读不回的那种人？你自己也遇过这样子的吗？那退就后面。好啊，你看开始在透露了哦。来哦来哦，以前大学时候谈的恋爱了，不读不回，然后就分手了。他说他不想谈恋爱，他其实已经有人了。我不确定啦，我只知道他那天去找了他前女友。他是觉得前女友比较懂他，毕竟就是逝去的都是最美好的，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当他逝去的那一个。那他后面就会再回来找你了。我啊，我去一哭二闹三上优雅。那如果是他，我一定上优雅。哇，这么轻松的吗？来了来了，出了出了出了，我想看山坡。这要请店长来。店长，帮帮忙。时间回到。我喜欢这个画面，满足我的少女心。
2024年底来帮我们韩秋草日记棒球队做艺人。好，我可以去那边绕圈圈吗？可以，那就是好，三车都给你了。哇，我开始担心我搬不搬得回家。他会帮你搬家。啊，对吼，我们要一起回家。对吼，你说要帮我洗衣服，等一下这个一路拍到底，节目效果很会做。我就下一集来我家洗衣服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谁敢再跟我这种讲这种节目效果？我说啊，最喜欢你了，走，那我跟你回家，我就直接这样做。你这样，我怕接下来不会再有来宾。哦，好好好，不要再害了，不要再害了，不要再害了，那真的会没有来宾。OK， 那就带走了。好，开心哦，谢谢，走，走，回家。拜拜，拜拜。